蔡阿嘎超大胆曝光孕期超私密床照，开腿一手胸部，网友怒轰，老婆被当成笑柄你很爽。爱台湾出名的 IRUTUBER 蔡阿嘎，自从结婚后影片尺度似乎越来越开，除了原先就有的搞笑影片之外，不定时也会上传和妻子二伯如何生宝宝的实测影片。除此之外， IG 更是各种出卖老婆，让粉丝都不禁替他捏把冷汗。图片来源自由时报。蔡阿嘎婚后尺度大开，性爱小学堂，不带保险套真的会怀孕吗？近日他半夜睡到一半，突然醒来，看到妻子睡姿超豪迈，双脚打开，一手还摸住自己的胸部，他当场没想很多就拍下孕期的丑照，随后 PO 在脸书跟粉丝分享，并在贴文中写下，昨晚半夜醒来，看到二伯的睡姿，马哈哈哈哈，差点没笑死，孕妇的姿势好豪迈窝，憨坏。贴文一发布，立刻吸引 3.5 万的粉丝按赞，许多网友看到二伯超豪迈睡姿，嘴角忍不住失手，纷纷留言笑亏，你的勇气是谁给你的？蔡阿嘎曾经是台湾很红的网红，直到有一天公开了二伯的睡姿，享年，如果你没笑死，可能会被二伯砍死。也有粉丝奉劝他，孕妇其实情绪很易怒，我怕看不到下个十周年的蔡阿嘎，你还是安分一点好了。但也有部分网友看到蔡阿嘎 PO 出如此私密的床照，认为这并不觉得好笑，反而内心燃起一把火炮轰他，老婆被当成笑柄你很爽，怒批他这样的行为完全没有顾虑到妻子和妻子家人的感受。如果我是二伯，看到自己这种床照被偷偷 PO 上网，我一定会气到离家出走好几天，你觉得呢？蔡阿嘎，1984年7月21日，台湾知名网络部落客。2008年起，在部落格上传以爱台湾为主题的时事议题影片、搞笑影片而闻名。2014年达成 Facebook 百万粉丝， YouTube 频道百万订阅， YouTube 频道点阅人次破亿等记录。2016年12月31日，与分隔13年后再度交往的初恋女友，嘉义辅仁高中学妹嘎嫂二伯结婚。